间过了啦，时间过了。帅不帅？帅不帅？什么什么？我们给大哥扣一波666啊！虽然输了，但是我们家气势很汹涌。如果我跟你说再来一句，你敢不敢？你说你敢不敢？不敢。你看，不敢。就我们家的气势已经完胜对方。没关系，这都被你罚回去。你敢不敢？敢呀！我就是邀请你的呀，我就说你敢不敢呀？我们家刚才掉地上好多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只能我罚你。你又要罚我什么呀？只能我邀请。对，可以。我们给大哥扣666，给勇敢还有倾城。感谢我们壁咚。勇敢和倾城。感谢我们壁咚200个。感谢勇敢的。感谢壁咚。游乐园，还有一个海洋精灵，然后抠鼻的一个晚餐，还有明天，谢谢大家。给两位大哥扣一波666。勇敢还有倾城。能让他干啥？你想扣字吗？什么？你别走啊，扣笔啊！他还要来揍我一句。那这样吧，你拿出你的笔，就是画一个眼镜框，画一个框。不要画两个框，画一个。画一个框啊，就一个框，然后一个框这里鼻子这里还要有一根线，这里就半个框半个井，就海盗船长。能不画脸吗？不行。能不画脸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说了算。他上次罚我什么什么妇科病，我不愿意写，让我写那个什么痔疮，然后又写妇科病。你让我画脸，我不想画脸，换一个。你这小妖多猖狂，咱们不把他揍了，不把他收了，你看他狂的，他让我画脸，又让我写妇科病。你说你都出了什么馊主意？这都解之前的事情了，你怎么还想着妇科病啊？换一个，不画脸。不画画脸啊？那这样子吧，你就那个不是那个可以写字的吗？你写个帽子，然后绿色的底，然后红色的字挂在脑袋上面。就是女孩子戴绿帽子啊？怎么这样子啊？对啊，要不然你就写一排字，我是潘金莲也可以。怎么样？行，我是潘金莲。其实我还是想要换你框框的呢。多少万币啊？14万币啊？换了吧。怕什么呀？我打回去。我打你，再打你，打回去，你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我敢呀。你还要打回来是不是？确定你要打回来吗？别看她长得小仙女的脸，真的是欠揍、欠打。我们家这把集中火力再揍他一句，连过来。好，连过来。这币再打回去，这币再打给他，再揍给他。咱们家加油啊，这把。你说你天天都什么馊主意？天天出的那些罚人的馊主意。谢谢飘雪。我跟你讲，那些馊主意都是别人罚我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才想不出那些馊主意呢。我都是别人罚过一遍以后，我才学过来罚给别人。说明你脸皮厚，人家能罚你这些，说明你脸皮厚。那没人罚我呢，就你罚我。你这个臭老头子坏得很。什么叫我脸皮厚啊？你这个臭小丫头坏得很。你知道吗？我这玩得起，愿赌服输。你就是玩不起。谢谢星空。他还说我玩不起，你罚人太狠了。这把给我好好揍他。这把谢谢飘雪。我们再求1000币。框框，我跟你讲，就在你眉毛外面画一个框框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又很好擦，你这个人就是不愿意。好麻烦的。这个人就是
太在乎自己的美貌了。我不会化妆的，因为我一化妆就尤其是眉毛特别难画，喊他乌宝，就是你是个乌宝。谢谢星空，你们求一千币，求一偏币，我们来揍他。欢迎我叶晨风，叶晨风来了，叶晨风大哥来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家叶晨风哥哥，我跟你说，他欺负我。这个字就让他我写的，刚刚还让我那个啥画脸、画眼睛、画框框。嗯，不但是这么告状的，我让你画了吗？你不让我画了吗？哇！你画了吗？你没画。我不是画了一个惩罚吗？你画了一个，你为什么还得把前面一个说出来呢？对吧？就得好好揍你。谁让你天天这么多馊主意的？那是别人罚我的，所以我才罚你。那别人罚你啥？你罚我那啥？你给我那个啥？这把让他干什么呢？这把说啥？这把就说你是猪吧？说你是潘金莲？对对对，说你是潘金莲。他罚我，叫我写潘金莲。你不想让别人记我是不是？让我说潘金莲。你等着，你们家有没有西门庆？没有人想当武大，没有人想当西门庆，没有人想要当武松。不可能的，肯定有人想当西门庆，你们家绝对有。你就说我是潘金莲。风雨相守。潘金莲。风雨相守是，我是潘金莲。我是潘金莲。我是小潘呢。我是潘金莲。有没有更嗨一点的音乐？我找一下。我是潘金莲，我是潘金莲，我是潘金莲。西门大官人，武大，松，放不了了，有些救命呀！哎呀，找不到好听的音乐，等一下啊！我来放吧。哦，你放吧，好不好？你放吧。等一下。就怎么才能配你这个？我是潘金莲呢。我去，你还想要配？四个晚餐，那个，我看一下。我是潘金莲二。我从来不曾有过回忆。这个音乐行吧？哦，那就这个吧。欢迎样哥哥，欢迎样哥哥，欢迎我九仙，谢谢冒险。袁泉，你是武松还是西门庆还是我的武大呀？嗯，我觉得你一定是我的武大的。你别废话，就跟我说你是潘金莲。哦，我是潘金莲二。我是潘金莲二。嗯，相守一生还差。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我给你转播看一下，数学不好。你看看，还差这么多，没有点亮。相守一生。我刚刚要练了好多次，我是潘金莲。谢谢飘雪，感谢飘雪，谢谢我九仙。我是潘金莲。救救你们的金莲！一万二，对，金莲牌炊饼。哎，谁让你卖炊饼了？你还挺会发挥的。你就说你是潘金莲就行了，还在卖炊饼。啊，我是潘金莲。这金莲牌炊饼，我去。谢谢初一。干嘛呀？真的是。我家武大的炊饼不就是我的炊饼吗？我去，我是潘金莲。他罚我，让我写我是潘金莲，我这把不得让他说了吗？我是潘金莲。你我是潘金莲。你可以喊西门庆救我，这样子。西门庆救我！不，我喜欢我们家的武大。武大，你救我！差200个，身材有道。
我是班长，是庆哥。庆哥，庆哥，你可以把名字改成庆哥呀。叶晨峰还在吗？叶晨峰刚才特别给力，我们要防秒啊，他们家肯定得秒。武松来了，对面的，你看，你说你爱武松，然后你们家没有人救你。你要说你爱那个西门庆，估计很多人救你。没有，我说我爱我们家武大。我什么时候说我爱西门庆了？欢迎进来的朋友，欢迎大家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家不要秒啊，不许秒。不秒也可以，这样子我们都不够罚的，刚刚好。谢谢明天。你有没有出息啊？他不够罚的。没出息，没出息。我是范经理。你就喊西门庆救我，肯定有人救你。西门庆救我。